大家好，昨晚上牛老板到牛场买牛时候运输回来，卸车的时候被一头小黄牛拖了，然后他说跑到山那边去，现在找不到了，他悬赏2000块钱，要求帮忙给他找到。现在和几个朋友带了无人机出来，到里面山里面去找一下，2000块啊，走了。这附近都没有发现有牛脚印，因为现在都很少出来放牛了。如果有牛脚印的话，估计就是那一头。老板说是有点带黑色一点的，还带着有2到3米长的绳子，就怕跑到山上绳子被卡住哪里，出不来。在这里放无人机吧，飞到这些山边转一下，树木还挺茂盛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。飞回来吧，因为不敢飞太低，山上面丛林太多了，看不清楚。往前面再找一下吧，转了几个钟了，肚子也饿了，脚都软了，先出去吃点东西，下午5点再继续出来找，为了这2000块拼了。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